来吧，王老师出题吧。哦，黑日夜颠倒连头宽夜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年少有年少有为，年少有为。我每个舞都留意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那时候我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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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何老师何老师开始抢答。哇哦，不懂不懂。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李荣浩年少有为。哇哦，唱啊我叫鸡哥对会眼睛会红。继续想答。不是，我还没答呢。来，芙蓉飞。哎，刚啥来着？龙飞哥好可爱。给两个字好不好？你给两个字提醒。假如，继续想答。何老师，何老师。You what？假如我年少，不对，那是副歌。假如我年少，对，他就是副歌呀。假如我年少。假如我是什么？是什么呢？是什么呢？继续抢答。假如我钱小贤，来，芙蓉飞。钱小贤。假如我年少有为，至今对。不对，继续抢答。我完了已经，我刚刚喝。你没抢到就得接着喝，哥，来，谁先喝完谁打，来。我喝完了。我喝完了已经，我刚刚喝。你没抢到就得接着喝，哥，来，谁先喝完谁打，来。我喝完了，看看孩子吧。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时候。继续抢答，快快拿你的手边。等一下。假如我年少有为，等一下，秦耀贤，那些美梦能给的我全部。不对，曹经理，看看我。我先喝完了三杯，看看我，他急了，要吐了，秦耀贤急了。来，让老秦答，让老秦答。让我打，来，你说来。原来是。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对了吧？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哇！太难了，老秦，太难了，老秦，好呀，我哭了，好呀了，我哭了，好呀，我真的哭了。复盘一下，朋友们，我浅浅的问一下杨子队长，好了，你对你们这队的队员表现还是满意的吗？怎么说呢？我觉得何老师真的很辛苦，真的，何老师像喝多了。我跟你讲，这个环节真的难，就是这像药一样，健忘药。喝了就忘。健忘药。我真的，我不骗你，脑海里面没有歌词，只有歌。好，秦队长以一己之力还是扳得了一分，好不好？得了一分，厉害！每周六晚7:30，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